乡亲大家好，我是赵阿，欢迎来看今仔日的风言报道。节目开始，咱先来关注的是热带风暴西马伦。今年第八号热带风暴西马伦已经在暗暝八点半的将浦县赤澳镇登陆。那登陆的时阵，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是八级。在咧暗暝到今仔咱是部分所在有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各厅的雨量达到50至100毫米，局部是超过120毫米。前几年受到苏来的影响，南市已经是出现全市性的大暴雨，土的含水量已经是也饱和了。那后期的降水呢，也容易引起地质灾害。其中这个山区交鹿港的北部，南麻北部发生地质灾害风险是更加高。前面市委书记吴小平是赶到市洪信空旱指挥部检查指导工作，伊强调，虽然台风已经是登陆了，唔过后市的强降雨容易引起山洪等地质灾害，各位所在就赶紧转移危险所在人员，进一步做好群众的安全保障工作。来，我这个话题，中心市区电动车挂牌工作从7月1号是正式的展开，到这暂时已经有半个月了。各个所在上牌点渐渐啊，已经是进入了正开。不过呢，市民伫咧挂牌过程当中，还是经常拄着各种小问题。在你早起啊，有这个微博的网友伫临江派出所设伫泉州天桥间的挂牌点排队，伊发现就是8点半的上班时间过了后挂牌。一次的门啊，搁定定关咧吼，100几个市民就伫门口伫咧等挂牌，到底是怎啊回事呢？三日早起9点半，记者来到天后宫大门口的时阵，几落十只电动车停咧路边等挂牌，大家人计正急。咱来天光5点外钟来，4点、3点外钟来摆，摆到即阵咱才办这些，你。居民们不满的是，8点半正式上班，这间临时挂牌办公室却是推迟10几分钟才开门，是不是工作人员无来呢？对此解释是，相信是一个误会。我们是八点半开始，那之前我们要先一下，就是说安排那个牌号，电脑打印当天的那个排序号。对，还有那个电脑那些发票整理咯，还有打这那些什么。塑封机咯，还有那些电脑那些设备都要检查一遍，还有那个照相照片彩印的，因为那个耗材非常厉害。原来挂牌前，民警交工作人员计着做一些准备工作。而亚洲的电动车车主呢，为了甲较靠前的排号呢，今年4、5点就来排队，有的甚至是半暝2点几就来，等去3、4点钟了，车主肯定是也着急的。佮看到临时的办公室一时无开门，才三省五改。我们每个社区就是大社区是3天，然后小社区是2天，然后17天有一个周期。那这样轮叫到10月15号这样轮起来，是大社区可以轮到12次，小社区可以轮到8次，基本上都可以办得到。居民可能还是误解到了，有的人就说哦才3天，他说很紧，有的就赶快说要过来办，所以说他从存在误解。即阵时，每个挂牌点，逐日咧发100几个号，一般是早起第一组只有放办一半。发号了后，民警会甲你讲说，较靠后壁的车主着按步再来。那即阵时，车主也免伫现场咧等咯，可以上挖倒去休息，按步再来。民警上款的根据号码顺序挂牌。过一摆提醒大家人的是，唔免3更半暝走去排队，了解清楚社区的办证周期啊，就较袂浪费时间。一边来看一条追踪报道。昨日，阮报道了这个惠安大港湾的赤澳海边啊，因为出现油污染，涌入河池的这些鹅啊，因为有一股这个柴油的味道而遭到脱壳。新闻播出了，当地是高度重视，马上就进行了处理。新闻播出了，泉州市海洋渔业局交边防海事马上采取行动。昨日记者又一摆来到惠安大港湾赤澳海边，现场的柴油味还未散去，不过海边还佫起几落只个酥油的管道。
另外当天边龙派出所介绍，当地有可能伫咧走私柴油，因联合山下派出所做一来现场捣毁即跩石油管道，刷落去因将加强即搭落的巡逻打击走私。那受柴油影响的海产养殖区，也有可能继续生产袂跩鹅啊，是不是会食咧呢？记者从泉州海事局了解到，昨日已经派出两只海巡艇伫大港湾迄搭落巡视，初步可以排除柴油捞油的可能。牡蛎存在的可能的受油污染的原因，应该是周边有油品运输，海上传播油品运输的过程中，跟装卸油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油污染，一些轻微的油会进入到水里面，长期的油污染累积，造成我们这个海区受到一定的油品的污染，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牡蛎养殖的生物体会造成一些污染。为了进一步确定养殖区是不是遭受污染，是不是爱搁用咧饲鹅啊咧？国家海洋及中部海洋环境监测站的技术人员对养殖区的水源及养殖产品进行抽样。海域的这个水质状况，还是要等监测结果出来以后，才能够清楚，到底它这个地方是不是适合养殖，或者污染到什么程度，要以监测报告、水质跟水产品检测的这个报告结果出来以后为准。洪科长表示，现将及时的公布检测的结果啊，希望今后发现走私油品的现象，就赶紧向当地的定监区反映。因为果然是无柴油漏出来，油船在养殖区直接出入啊，容易造成污染。如果受到了污染啊，我们就应该指导群众避免在这个海域进行养殖。最关键的就是说，造成海域污染的一些海上油品运输的污染方式，我们这个工作相关部门要积极做好，这才是根源。最近这个高考的考生们都陆续接到各大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全港区澎湖镇的这个丁先生因家头一关本日的高考录取了，正欢欢喜喜啊，准备为因家庆祝一下。咱会知影，短短几点钟了，却是传来这个歹消息。上来这个男囡仔叫做陈爱军，今年二十岁，泉州现代中学毕业。参加高考了，因老爸陈金来建议因家就加出去运动者。他到时候大人你是放心了啊！经过我那个外孙介绍来这边武馆里面啊，来锻炼身体。晚上两点半左右，陈爱军第一摆去林森武馆报道训练，三点外钟交伊妈妈通电话时，所以叫妈妈暗暝就来接伊倒去。然后一路开过来，叫我老婆打，他电话都有通，都没接。但是因为我们是想儿子在这边锻炼，可能不是，可能锻炼不好意思，不方便。等陈军来红毛来到这个健身武馆的时阵，想袂到代志发生。这边我也是第一次来，昨天下午第一次，然后一路问到这边，问到这边到这个大门口的时候，有几个是武馆的人员就站在这个外面楼梯口，然后就说，我下午刚来的，一个那个新生呢，他说死在里面了，然后我就赶快的跑进来一看，然后儿子我就这样躺着，死的，穿一条短裤。什么衣服什么都没有。丁先看到人家竟然倒在涂卡嘞，怎啊都唔敢相信。安博出门的时阵啊，活跳跳的囡仔，竟然安尼无名无标离开李雪干。旁边这边呢，将近有五米距离，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不知道。我问了什么死的，他都不知道。问那个武馆的人员，我说你们谁是负责人？然后告诉我当时是发生是什么发生，造成这样。你什么死的？你告诉我原因。也没人打，也没人说是什么死的。案发当日早起，丁贤接到因家被南昌航空大学录取的好消息，正准备好好庆祝，没想到安博却得到这款的消息，厝内人无法能接受。丁贤说，因家一米七八，体格也健康，身体素质也好，之前也搁想要投伊报考军队院校。高考过了，陈爱军去福州参加军校的体检，各项指标皆是合格。一个望通过军校体检的青少年，敢那突然间死在武馆内面呢？这边一块明显打伤的痕迹，一块青的，一块还有一条裂痕。这两个肩部，伤的裂痕。头部没有，头部就是骨头，就是现在就感觉是断了，这个肿起来了，就这块。按那个情况是。被打是肯定的，那个无缘无故你晕倒还是怎么的，你说不会说内脏血乱流乱怎么样的，那个伤口是那样子都没有的，那什么身上的伤口到处都有。
定线报警了，法医广告现场对死者做初步鉴定，因为还佫无进行尸检，丁爱军到底是怎啊死的，也无法能确定。根据旁边边防派出所介绍，不管工作人员已经到派出所的做笔录，而这个案件还佫伫咧调查，具体细节无法能透露。我现在是希望按司法程序还我儿子一个公道。我现在就是说，这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人到这边无缘无故两三个钟头，收拾就死了。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2013新闻广角走基层，开启欢乐旅程，牵手身边好人，讲述凡人善举，精彩文艺汇演，闪亮明星舞台，快乐闯关，全家动员赢大奖，动人笑容，幸福树下来记录。活动由泉州市委文明办、泉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兴业银行安于人生冠名。好玩、精彩、便民服务，这个周末新闻广角到您身边，真诚服务，相伴成长。兴业银行金鹿嫩绿宝洗衣液，万祥商城泉州小商品批发市场。接下来拍播今天的新闻。落到天时呢，对大家的日头卡就大过小巷的无用卫生保洁的环卫工来说是一大考验。为此，李霞区是特意开设了九个环卫工人爱心服务点。早起十点，已经连续工作五点钟的环卫工睁开下来到设立新闻社区居委会边头的爱心服务点，小可休息些。另一杯社区工作人员下好的地边享受黄线带来的秋千，交工友小可发现者。自己从家里带水嘛，现在是这边建了嘛，就在这边喝水休息嘛，感觉怎么样？感觉很好。亲像这款的环卫工人爱心服务点，在理想范围内边共九点，大部分是理想区总工会依托各级职工服务中心设立的。服务点内面配备了饮水机、医药箱、蚕丝包等物品设施，免费为环卫工人提供饮茶、卫生保健等等服务。理想区总工会也阁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到关爱环卫工的行动当中来。市区北门街这个商家就也欢喜的成为了爱心。因为我们觉得环卫工人呢，他们很辛苦，他们在这边呢，城市的保洁啊、美化啊，他们都尽了他们的一份力，然后呢，我们也真的真心非常感谢他们。现在天气热哈，你像我地头上练面的，基本上他都会叫你进去喝水啊，把啤酒啊，我觉得在泉州人基本上人都可以啊，对环卫工都很热情了、啊，很爱护啊。他说现在天气太热了，他就是你要水要什么都是随时进来。近年来，咱市为了减轻一线环卫工人劳动强度，加紧改造更新环卫作业设施设备，添置了一批机扫、喷水等作业车辆，同时逐步的解决环卫工人歇话休息用房，解决环卫职工常常在路边食浸麦、啉清水、无点换衫裤、交洗工具等等问题。各协各部门也阁推出也侪措施，为一线的环卫工防止干问。有一个新的举措，就是说。因为天气比较炎热，我们为这些环卫工人，免费赠送了一批这一个遮阳伞，打算说把这个遮阳伞安装在他们的环卫车上面，就是说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今年南市中央中心市区的环卫工休息站增加到41个，在休息站建成前，泉州市环卫市联合有的28个本色中转站设立饮水点，环卫工人有法啉着茶水、领免费的药物，还有法人吃着小菜小麦。我也希望更加多人加入爱心行列，托环卫工一杯茶水。而最简单的是，不按青菜软件本色来减少因的劳动负担。拖拉机是农业活动的重要运输交通工具，而在晋江陈德顶的杨德村内面，拖拉机啊却是变作消防救护车，怎么回事呢？坐起来看麦。这是一台由拖拉机改造的消防救护车，伊是灭火的强水工具。讲随便咱这个钱啊扛落来，电线扛落来，随便开开有水就会火水扛落都会抽的。发电机哦，发电机是咱的，发电机是从下底有两台沾水泵，沾水泵咱只电线牵去交嘞，像像咱车袂到的交钱哦，电线牵去沾水泵，我人抽来车，车再抽出去大只车。
有法人三隆重三连接。介绍这只拖拉机的人叫做林文杰，伊是晋江蛋岛镇永德义务消防队队长，义务参与灭火几十年。最近林文杰托公安部授予头一届全国119消防奖先进个人称号，是泉州市唯一获这个殊荣的先进个人。就伊阵有想想这，把一只动力发动机来创一只有储水的，到落尾创一只手拄的。到落尾改装来拖拉机的，84年的是有57个，到落来到现在这就有60-70个。永德村义务消防队是1996年由村委会发起成立的，队员皆是永德村的村民，有退伍的军人、当地的企业老板，还有乡里那边的青壮年。因为永德村的企业做人流量大，加上乡里路也挖水卡缺少，消防基础设施落后，经常发生火灾。永德义务消防队利用简单的交通工具组织村民参与灭火，不过也经常会拄到危险，所以厝的人不是也支持。所以厝内人基本有诶，做老板诶嘛是计无支持。啊，一身汗水水去，等下倒来穿衫就袂滴咧，一领计一身计几百几千，我电话计泡水就袂滴咧。啊，无支持嘛是着支持，从个大家都袂支持啦，就是习惯来就会支持啦。就安尼，队员坚持去10几年。目前永德村义务消防队下设8个小组，共有消防车9架，每架消防车配备一部固定电话防毒的面具、消毒剪刀、火胶、水枪等等消防器材设备。那亲像这款的消防支援队的蛋岛镇的溪边、江头、岸道等所在皆有。咱来关注其他方面。昨暝里有市民拍来连线电话，反映说，嘉义市区即个江滨南路泉州大桥桥墩顶面的一点排水管是出现了裂缝吼，是挂咧半空中，随时都可能会落落来。伫现场记者看到桥下这条大约3米长的排水管交桥墩是脱离的车经过的时阵，还佫会震动，而排水管的一点节点已经裂开了。这暂时正是台风多发的季节，若是起大风落暴雨，排水管可能就会积落来，并危及到各方的车辆。那个还是处理一下比较好，因为它那个水滴下来的话，可能就是说会挡住那个开车的那个视线嘛，也有一点影响。今年初，市区城南大桥通车了后，经过江滨南路的车也多，希望相关部门赶紧派人来现场处理这个安全隐患。昨日暗暝啊，出来点子市区新门菜市场边头隔壁楼的这个张先，伊也拍来热线电话反映说，伊出来楼卡一条通道是突然失了路障，影响伊要附近商街出行。记者在现场看到菜市场正门入口的通道新增加了两个钢结结结的路障，因卡在这条四米宽路顶，只拿电动车、卡达车。等有方行过去，张先讲记者说，这两个路障是伫昨日暗暝8点左右，规个解释是公安部门派来工人来安起去的。先是在那边弄，然后再跑那边叫他不要弄了，才跑过来这边弄。这条路就是一条路啊，原本也没有这个样子啊。张先说，这条路逐日都居民交商家近100只机动车经过，伊之前的小轿车皆是停在楼下的。暗间停车场过迷，即阵时设置这个路障，伊只能按车停到西门菜市场的停车场那边。无光啦，拖曳生活带来不方便，而且影响附近商家运输。那些货车也有啊，货车，但是他搞得这样，连小车都过不了，是不是？比如说，要是发生火灾，消防车来不及抢救的话，那造成的损失很大，对不对？还有那个救护车也开不进来啊。经过以后方不方便啊？这个电车肯定不方便了。就知道了，我们希望设置路障的部门应该征求市民的意见，合理规划要设置好这个路障。这两天可是台风天气哈，就知道了，再次提醒咱的厝边头尾出门的时阵，得较注意嘞，注意安全。感谢收看今仔日的方言报道，要是你身边有啥新闻消息，就记得赶紧拍我们的新闻热线电话223后边560，或者是发短信号139599后边560。我是田文，明仔上节时间再见。
每个角度都很完美，华美精细面部整形，从细节到整体，每一面都精雕细琢，精致面容宛若天生。泉州华美整形美容，你知道吗？拉肚子容易伤肠道，拉一次往往伤一次，简单止泻可不行。康恩贝牌肠炎宁五味中草药治肠炎止腹泻，现在拉肚子用康恩贝牌肠炎宁。听大海，讲永明景点故事，黄金海岸永明印象导游之星电视大赛正在火热报名中，泉州市旅游局主办，泉州广播电视台、石狮市永宁镇政府、中郡黄金海岸重金打造，只要你敢说敢秀，就有机会获得最高50,000元的现金大奖。导游之星等你加入，报名热线22888-29，详情请登录永宁古卫城官方网站。爱就爱相亲，爱相亲，爱夫蛋糕，乐隆隆百年好喝汤，营养又健康。文明交通从我做起，文明城市携手共进。温馨提示，未满12周岁不得在公路上骑自行车，未满18周岁不得骑摩托车，严禁乘坐无牌无证和超载车船，严禁在公路铁路上游玩。请各位家长督促孩子学习游泳，必须在家长的陪同下进行，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备和无救护措施的水域游泳。热得足好，金轮摆大尾，赢得中国第一名商票。好儿游提醒您收看20点档全市剧场。农家新衣我 Q， 草莓味儿、雪梨味儿、哇，蓝莓味儿。椰果更 Q 更带劲，农家亲，这里是泉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欢迎收听到《照顾身体有报数》，恭喜你好，我是你朋友珊珊。消失过了，天气呢也阁是会继续落落去。那这暂时啊，咱人哦就会感觉更加烦躁、更加疲劳了。那是伫这个饮食个日常生活当中无注意啊，就也会引起心虚，甚至也阁会引发疾病。所以啊，消失养生啊，应该就以静心为主，就会要控制饮食，调整饮食个生活作息。那么在这里最贵的永生要多少需要咱注意呢？咱再来看今天的节目。夏令气候炎热，熬伤电耗气，往是药会无好。你药物啊，既有法消化，又搁会滋补身体，所以是热人最好的食品。比如除红枣100克、绿豆300克，苦做红枣绿豆糜，有清热解毒、祛湿止咳、利尿消肿的功效。蒜啊，就做做水倒来吃。蒜啊，富含胡萝卜素甲维生素C，有利于人体的健康。但是，伊含有一寡致敏甲有刺激性的物质，容易造成皮肤过敏。所以，伫咧食蒜啊之前啊，应该着将蒜啊皮以及标签的隔核切除，因为隔皮甲标签的隔核啊是致敏性最强的部分。你食蒜啊时阵啊，最好是该做做水倒。唔通将蒜啊汁食啊，规面规手计是。萝卜、萝卜仔较过去寒着，长期踮咧空调房内面的女性，若是经常穿萝卜装，背部就也容易出现酸痛、肿胀、僵硬等无快活的症状。所以，即使是伫热天啊，啊最好是少穿萝卜仔、萝卜装。另外，可以伫办公室内面准备一领外套，则袂去寒着。
讲到这个永生，咱就先讲到这了。永生就从今仔开始，你这个妈妈的健康啊，上款就引起大家人的关注。所以呢，就有请福建医科大附属医院的这个中医科主任医师崔万诺为咱带来中医家里这个来系列节目，望见开所有节目更加精彩。虽然说母莲较好，但是花园莲粉的广告啊，可以说是满天飞。什么纯净口的咯，可以提高智商的咯，等等。必然有一个家长感觉奇怪，是不是母莲为养一定比莲粉为养较好呢？这两者的区别。